好，你好。这位呢是生产负责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这里的生产负责人李兴之。接下来呢，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。这边请。好，您请。这台设备是德国的博士胶囊填充机，它填充量稳定，装量差异小，可靠性高，每小时可填充18万粒胶囊。现在正在生产的是天师牌虫草菌丝体胶囊，这是一款调节免疫力的绝佳产品之一。这台设备是德国的菲特压片机，它自动化程度高，生产效率高，设备产能每小时可达到32万片。现在正在生产的是天师牌膳食纤维咀嚼片。这条是儿童型营养高钙冲剂灌装生产线，是从德国 GEA 公司引进的高科技自动灌装线，它的优点是自动称量、自动压盖，最大限度地避免外界对产品的污染，生产产能每小时可达1500罐。25年来，天师牌儿童型营养高钙冲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聪明智慧的天师宝贝，天师钙系列产品也成为天师人最喜爱的产品之一。